神秘的一个进化。最大的秘密就是说，人类有个名字啊，也不是我发明的 ，ACD 产，就像防护罩一样，人类跟人类的心灵要保护自己，然后会变成一个没办法跟人家沟通，有一个隔绝层，除非你能够综合它，不然的话，大家都是一个孤独的个体，或者是孤独的一个组织。那个我整理这个东西，就是用莫妮可来看，然后有四种，就是影片、声音、文字跟图片，要排列这些人类很多的 information， 就用这些媒体来做储存，然后叫排列组合的一种整理系统哦。我们缩写叫 BT system。那一个在其他东西我们不管，比如说闻味道啊，用舌头尝味道那样，这些东西就不管了。那譬如说这四个字“地霸出征”，你知道什么意思吗？哦，譬如说你又看到六八学运时代，你又知道什么意思吗？哦，我是在另外一个影片里面的一个访谈的其中的一小段落，我知道。那可以看到正中央就是我们要做一些索引分类的一些问题。好，那大家需要人来做编辑，编辑部门做之类的，这样大家才能够查询。那一个我打算用的方法就是一键一反，哦，因为很复杂的工程技术在处理很复杂的 information 的整理，太复杂了，就用最简单的 HTML 超链接跟列表，哦，这些经验都已经有过的经验都可以做这些事情了，哦，核心就是这样。那我是2007年那个我买了一本书，哦，从前田约翰这个人他提出了一些方法，哦，那他已经离开 MIT 媒体实验室了，哦，现在一个西谷那边。那我们现在有些人，现在五个人，哦，今天还有一个工程师，所以我们今天本来希望能够再找一些跟前端有关的工程师，哦，然后我们因为营运的话需要一些钱，真的是在需要钱，所以我们打算也走群众募资的路线。现在有五个人，又加上今天有六个人，哦，有一位设计师很特别，他是那个南艺大的学生，他整理他有参加一个影片资料库保存这个计划，叫绿色小组，哦，在戒严前有一些录影带的储存，用这个国民党没告诉你的事情就用录影带来发送。那我因为我是工业工程管理的，所以我会用一些操作程序图跟流程分析图，哦，来做这些生产线的规划。那排出来很复杂的，从这边排到 A4 纸排出来排这么长，是都理所当然都不可能的。哦，但其实如果没有自动化的话，会有没有效率的生产系统。哦，譬如说像这种，你可以看到第一个111公里的文书档案，3000个人花10年都整理。这个是在那个西德的英语警察总部的资料。